而且像美国的问题啊，你不要以为现在黑人当总统了，他们就很平和，是一个很好的国家。我就讲他今天还有问题嘛，都一直都是很强烈的啊。但是外面有战乱，战乱是要死人的，真正的死人，真正实战呢、欸？那这现在就在实战呢，你这很恐怖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，他们内部也是有问题啊。你说内部那个枪械的问题，这一边都有人拿枪啊，把自己国民打死了，这另外一边也不怎么想改变，我还是想要每个人手上拿把枪，这是。对不对？对内也死人，对外也死人。你这，这吓都把人吓死了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毒品的问题啊！你看，在我们这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嘛，是在人家这边是合法的。你看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太。太多花样了，有没有？很有趣，是不是？妈一直在死人呢，一直在，这是实战呢，实际的打仗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什么内部还有什么枪支的，就是有人拿，对不对？人家也不想改变，对不对？还一边拍那个英雄电影，对不对？什么汤姆克鲁斯，对不对？什么 Die Hard 的都是一样。对不对？他什么抽大麻，抽大麻在我们这边都是很严重的这个犯罪嘛，或在大陆都是很严重的，在他们那边合法。网络上看到人怎么说，对不对？然后另一方面又怎么样？美金怎么样？美金特别厚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哎，美金特别厚。所以你当美国人不见得好啊。你不是看都是人家看得好的美金后，他们都是拿生命在换的，真的都拿生命在换的嘛？里面死，外面死，是不是？美金很厚，都是在生命在换的。